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科技，我是简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。最近有许多朋友问我，像这种轮盘动态壁纸是怎么实现的？其实设置方法也很简单，首先我们在微信这里点击搜一搜，搜索简科技，点击进入之后，我们在这里回复数字423即可获取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安卓手机的，安卓手机下载完成之后，我们直接打开应用，这里的界面也非常简单，我们直接点击设置壁纸，再点击应用就可以了，这样我们的轮盘壁纸就设置好了。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苹果手机的，我们打开之后点击这里的打开，再按照提示点击上面的三个点，选择是 File 浏览器打开，进入之后我们打开图片，这里我们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，选择保存即可，完成之后我们进入手机相册，再将这张图片设置为锁屏壁纸就可以了。当我们在锁屏状态下，我们长按手机屏幕，它就会转动了，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试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更多精彩内容记得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